一博哥新年好，辛苦了，新年好，辛苦，谢谢一博哥辛苦了。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主演王传君先生。传君哥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辛苦辛苦。大家好。好，那么其实我前面已经听到很多人在主创的三位老师上来之前呢，都在那里喊票房大卖，我很理解你的心情。阿丹那个里头撒了撒，等一下有的拿个球啊。好，那么首先呢，我想代表观众也代表自己问我们主创团队老师几个问题。首先想问一下陈二导演，据说在电影开拍之前，王一博老师是您最早定下的演员。大家都看完片了，这种问题我觉得已经不用问了。那么我想问的是，您觉得一博身上有什么特质来吸引你扮演剧中的这个角色？对，你看大家都已经回答完了。演技好，帅。对于我来说，他就像从那个年代里走出来一样，他就像从那个画卷里浮现出来一样，他跟那个年代跟我们的氛围是那么的契合。谢谢陈二导演。另外我想问一下，一博，就是这一次我们有看到您在剧中说了大量的上海话、上海方言，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，上海话它难就难在它的很多发音部位是普通话里没有的。我们一博在这个剧中说了大量的上海话，让大家看到了他的语言天赋。上海话好吗？那么我知道一博在这个剧组里面其实是有一位您的上海话老师，也是您的好朋友，就是我们王传君老师。那么在教学这个沪语的过程中，有没有什么让您觉得有意思的事情或者难忘的回忆？其实在学的过程中好像没有很有意思的，就是认真学。但是刚才我在看的时候，我很纳闷为什么大家会笑，就是你们觉得为什么？哪里有好笑？有的是可爱吗？是不是很亲切？是因为亲切和可爱。哦，是因为大部分都是上海人，是吗？谢谢。那么，其实我前面也有看到，一博今天是有潜伏在下面观看整个影片的。那您在看这个成片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？会不会想到拍摄时的一些场景？因为是在第一排，确实仰着头也有一点点不舒服。然后，因为我其实之前有看过一版本，然后今天在看的时候，有看到很多之前没有看到过，感觉每一次看都像第一次看一样的感受。确实也像刚才说的，每一场戏都能回想到当时拍摄的。谢谢。另外，那个王传君老师，我知道您是剧组里面的上海人之一，所以在遇到您之前呢，我就有猜到您一定有担任上海话老师的这个身份。那么我想问的问题是，因为您是上海人，但是您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以前的上海人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寻找到过去的上海人的那一种身份感？因为说的话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又要表现出不一样，所以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塑造的？我觉得因为我们有特别优秀的造型老师啊，给我们做完造型之后，其实你就会离那个时候的样子更近一点。对，还有刚才其实因为有些朋友啊，听说他们感觉有点养精棒的那种。你爸爸好意思吗？不是，我跟大家讲，就一般出现这种问题，肯定是师傅教的不好。师傅有的时候就是嘴一瓢，他确实天天听多了，可能也就是，但其实真的说的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件。你这样一说，名师出高徒，至少大家可以感受到一博用方言带给这个城市的真诚，以及给这个观影的这个感受，对不对？谢谢王传君老师。那么我们无名的主创团队的三位老师已经给我们送到礼物了，接下来我想我们所有观众也给我们主创老师送上一份礼物。我觉得对于无名的主创来说，对于这部电影最好的评价
就是最好的礼物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编了一句土味情话，有杂片舞蹈送给我们的主创团队，好吧？普通话是电影无名，腔调最灵。杂片舞在干嘛？压在这里也比啊，上海话有点神了，上海话还有点的比呢。以音五名，腔调最灵。我数三二一，大家把这句话送给我们的主持人，好不好？好。三二一。以音五名，腔调最灵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的主创团队的三位老师。然后请老师们跟我们的观众一起合个影，好不好？合个影。有工作人员有没有手机？姐姐不行了，你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可以打开闪光灯，但是一定要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注意安全啊。